三，不能讲第三势力了哈，我们跟很多的希望参与的这些社会力量哈，都有一些可以合作的空间嘛。那只是我们要好好的坐下来谈一谈，来寻找这些空间哈。我想我们如果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合作的安排的话，我们在国会取得改革力量伙伴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哈。所以这是一个台湾在改革的。跟你讲这个选举，要到最后选民投出来才能说好或者坏，我们事先预测不是很好。但是我认为蔡主席是非常适当的一个总统，那我当然认为他可以在他的职务上做一些贡献。谢谢大家。